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呼吸道可以更顺畅。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款精油叫做金合欢纯心仪啊。金合欢纯心仪里面呢，除了有金合欢纯心仪精油，还有月窗木、螺纹沙叶以及绿花白千层。那我们先来看看月窗木呢，是最硬的木头，拉丁文翻译成来的意思呢，就是有生命之树或生命之木的意思啊。那它最主要呢，是帮助我们的喉咙的黏膜组织，还有预防我们的扁条腺，所以呢，它针对呼吸道感染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哦。那螺纹沙叶呢，它最重要是帮助我们伤风感冒初期的症状去缓解它。然后绿花白千层呢，它的治愈力非常的高，它可以帮助我们呢伤口的结痂的功能是非常快的。那金合欢纯心仪呢，心仪说实在话，在本草纲目上面本来就是针对我们所有的呼吸道黏膜啦，缓解我们的鼻塞啊。那里面的纯 Farnesol Magnolia 这个金合欢纯呢，在美国 Farnesol 已经是被证实是可以预防癌症的哦。所以怎么样能用运用这个精油来保养我们自己的呼吸道呢？当然除了你抹在你的身体之外，你还可以点在扩香仪啊。那我现在就教大家怎么样抹在身体，怎么样使用这金合欢纯心仪啊。当你喉咙感觉有点痛不舒服，好像要伤风感冒的时候呢，非常容易，你只要滴几滴在你的手上，然后呢赶快抹在你的喉咙。你哪里感觉到不舒服，扁条腺这边在痛啊，喉咙在痛啊，胸口闷啊，马上抹一抹。然后甚至你可以这样呼吸，深呼吸三次，那这样子会让你整个呼吸道非常的舒服。那如果你感觉到你好像快要伤风感冒了，那你也可以用这个金合欢纯心仪呢，加我们的基底油，你就可以抹在我们的肺经上面。所以在这个肺经上面呢，你大量的涂抹了以后呢，然后你用刮痧板这样去刮痧，这样也可以帮助到哦。那金合欢纯心仪呢，除了说我们可以运用在我们身体使用我们的中草药的精油以外呢，去做刮痧，然后呢你也可以用在譬如说刀伤、烫伤，然后呢撞伤、淤血，马上抹马上止疼的哦，它的止痛效果是非常的强的。另外呢，当然你也可以放在我们的扩香仪上面。那这个扩香仪呢，你就可以滴我们的金合欢纯心仪，滴个大概十滴左右在这里面啊，然后呢你就可以开始享受我们金合欢纯心仪给你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空气哦。那今天谢谢大家的观看，谢谢，我们下次再见。